这试一下不叫这个，过呀。这个来点活的吗？有用吗？啊，回家试一下没有用。我自己都溜的，咋不吃我？那你给我挑两个好的。我昨天那啥小身子吃啊，哎呦我的吃的。吃。行，少来点回家。回家看怎么什么情况。二十，差不多了。二十块钱。卖十五啊。媳妇刚死了，有的还在动，十块钱一斤，这么大，个头不算大，然后买了就是二十块钱，回来咱们蒸熟了看看有没有肉啊，毕竟十块钱一斤的，所以我们对它不要有太高的期望，看看什么样吧，先给它松绑。哟，绑得挺结实的。给它洗个澡，刷一刷。哟，给它水之后开始动了。这真假呀？怎么还活的啊？我的妈呀，出血了！吃蟹的要付出代价呀！休几天了，穿糖葫芦，肝放了，哎呦还活呀，还动呢，肝还要下，这个虾爬子弄边上，弄两个葱段，姜片。好，盖锅，盖锅蒸，差不多，开锅。看看十块钱的蟹，二十块钱买的蟹，开一个。这是母，看看，哎呦，腰子腰腰腰腿，没有，你看，六十，那就是多少？课本，哎呀，而且挺鲜的，对呀，你还行，你看这腰子不少，肉挺鲜，还挺白。十块钱对得起这个价格，不用算超值吧？这个挺好。嗯，这些真挺鲜。